南卡楚，你忍到饥饿就要玩。不知道的。这个你认识吗？那个不太熟。其他都认不到。声音有点小，我觉得。像这种的，那太虚跑出去打的，直接冲过来。他把音响他直接先拿的拿过来。哎，专门把椅子带来了，车子也那儿的。跟着走，跟着走。南卡楚，南卡楚，那是桃花那个。好高一点点。旁边在学，这个是都没跳。发展。哎呀，我自己拍的。啊？视频我自己的。哦，那因为你专门给他们。也不专门嘛，网友都认识。那境外那边呢？他们是在高升桥跳。啊，高升桥也过来啊，对。你每晚上都给他们睡。啊，相当于吧。他那边的人多些个。对啊，那边九点半的关了嘛。九点半那边不让跳了，那边旁边有居民的投诉。这边暂时没票，没得人投，因为这边上班的。但是你九点之前来没得位置，哦，这里全是满的。哦。这一坡百多人是健身操。哦。健身操过了，有一坡双人舞。哦。双人舞过去是那个广场舞，广场舞的头顶上还有一坡双人舞。我们就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是鬼步舞。哦。鬼步舞，哦，鬼步舞，哦。我们今晚上老师没来。哦。他在这儿跳几天了，连续肯跳了有十天。跳不跳？我还是第一天，因为我们每晚上在那边跳，哦，我们跳出三天，我们就走了，哦，我们没过来。我们张宇娟也跳一点半两点钟。姐。啊。哇，跳那么久。正常的哈，年轻都这样子。他们不上班吗？有些没有上班的，只有上班嘛，就是走了噻。没上班的就叫。是搞直播是吧？没有吧，我想直播也可以啊，我在在直播，没得规律。跳那么久啊？在这种范围之全国之城不才有。有啥？这年龄你哪怕跳得再晚，没得人搭讪你。对对对。这里没得人，就是你晓得疫情啦，疫情那么严重，学生考试，啊，这里也跳，没得人管。对对对。唱紫荆的啊，火车南站咯，江西街咯，全部在这里来跳。对对对。这里没得人。还有青羊宫那边也在跳，我们以前在青羊宫跳，青羊宫那个考试、中考、高考那个都在青羊宫跳。跳了之后，然后那个千公园下雨在那儿跳，它那边有个商场噻，然后在刚刚建筑门口在跳，然后晚上跳了一点点钟、两三点钟在跳。那没人喝啊？没人，没人管，没有。好吧，这边 ，OK。他们往前面站一点，刚刚之前那边有人。好吧，过来。刚刚前面那边有跳舞的，
他们说九点钟之前那片的一百多人到处没得位置，九点钟之后才有。这边啊？哎，这个地方跳了九点，这儿跳不跳了九点那儿？哦，他们这儿也专分几个地方，还有跳鬼步的，和那个其他的。基本上九点钟之前这儿是没位置的，并且是高考、中考没得影响，都在这儿跳，没有人管。这个位置好吧，你这第一个冲过来，你赶地铁冲过来，哎，哦。车队向行道往打车过来的，这是这是啊，这是这是。他们之前那边，他们之前那边有满的。啊，我晓得。哈，他们是跳舞的，下一边的看到是女的。只有这个。时间转过来了，而且是啊，是中考那些，反正年龄时候他们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，这个是。可以吧，方向就稍微有点偏哈，其实就应该在中间那个中山桥，就这样绕着，他们可以出了，这速度就可以出来了，没人管的嘛。他就人聚集多了就不行了，啊，人聚集多了就不行了。现在保安的头是举旗了，保那个，那个卖东西的旗都举旗，说保安老板现实，他生意都没得。像毛毛雨，大雨。只要下雨跑不跑跑没地方躲嘞，就是地铁，哎，地铁站，没有大了。咋办？下雨了。下毛毛雨。你在下吗？没几条腿。没好听的歌。他们都跳过了，下十三分钟了，回过去了，那个杜鹃那个，锁线锅庄，啊？他跳锁线锅庄吧？哇，那个太音响丢给我了，我喊我早点过来，我先，先给我们先把音响拿过来。好。哦，不是蠕虫，是阿虫，是虫。蠕虫，蠕虫。他说设计费点了6%。
为啥？有可能会下雨。好嘞。也是地铁站。时间小雨，时间雨，最后一下零点，两个小时。想多了，那是要便宜，我花258买的，还有12次洗车，418，那就买噻，那前两天还没还有的嘛，还买点儿票抢完了。不是，这个年轻很多哎，那个要年纪大一点点，不是那个，你说打工取证吗？打工取证那个不是。好像反正取证都回老家去了，你放假了吗？首先给我装好啊，首先给我装，首先就选那个关于边条那个，全长是28分钟，他只是剪了7分钟，有点他那个很长，对，
1000了，就是他那个那个。好苦，是吧？你那个地方，我不是养的，哎，你有吗？好。刚刚几秒钟就卡了了，电量不足了，休息吧。你想应该还有一个吗？几点钟了？准备走了。十点半。十点半？走路会不会缺水了？没下雨啊。Thank you.
就梦想。大点的，其实都差不多音质，声音还没那个小的大点的。我觉得还是没得那他们那个广场那个。哦，那肯定是。最好的音响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他给发了一个有意思，这个发了一个看了，屏幕上马上就出来了，等几秒钟，有延迟，有点延迟。不晓得，晚安，祝美梦。Hey guys， 玩那个耍。Hey guys， 一个人。他就是不能拿很多砖，还有水出去。每条你给我刷了一个。嗯。好像是一座点吗？哦，要面部识别中。干杯吧，喝一杯酒 ，Cheers。他们在练那个音乐。长，就跟那个罗马一样的那种，就一样的。罗马那边基本都很多连长。嗯。或者用他有钱来换他自己的。他每个人，换的不一样。他其实音还声音没咬大。声音开完了吧，开的一个，我就觉得声音没开多，我感觉。呵呵
我们走。哎呦哎。这种就是很整齐的这种节奏，还比较舒服，都舒服的。它那个这个节奏比较可以，噶。比过夜店还，比过那个夜店还上升了。藏地，是藏地的。跳中间去了，跑到那边去了。中间，你跳的小了。我的老天，摇摇的。这些，你都刚刚才来的。现在几点钟？十点四十才来，准备跳十点四十，那准备跳两点钟啊？都是不上班的。他要去过一下瘾，跳一下就回去了，跳一下就赶地铁了。啊，哇塞的，哦，不是，他早就来了。老板，你是我爸爸吗？我是爸爸吗？哦，刚给你弄水了，忘了，真的。哎，没带水，车上啊。这边有没有卖水的？给我这儿那个特效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味道？越来越多了，看到没有？队伍越庞大了。这边你看，现在起码有30多个，你们数一下，这个节奏应该。不会跳两点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二十二六
二十七个人，二十六个人，二十七。你来了吗？还有这个。还在那儿拍照的，这有的丢。这边还有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基本都在跳了，就是路人甲、路人的视角。你也想跳吗？那边车子旁边还有坐在椅子上休息的，应该有将近28、29个人，30个人。大哥装这绳子都掉了，掉了他也不能跑的，他不能跑的，你哎呀你跑呀，这也在那儿被拐的，哎呀他应该我直接拉了一双黄色的跳那个啊，就跳的比较疯，这个就是那个还是他爱跳的艺术，已经不叫喇叭声音大点才好，声音太小了，这个要采集那个水袖才好看，要不得表演形式的嘛，全是敲鼓的嘛。这旁边是不是去当兵的旁边吧？一起，他那一种几十倍吧，搞那个敲起来，上万人在那跳那种。哦，就是。那个场面才宏大。声音太小了。哇，这个特效比较长，时间3分15秒。这个动画做得很漂亮，就这个动画效果有点多。3分15秒那个，哇，这个。鞋子没穿好，高跟鞋穿的就不能跳那些，女的就不能跳那种，只能跳那种穿运动鞋的。哎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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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跳了呢？这几个人，这几个人跳了，跳不动。这个。我这边太大了。现在有精神了。忘记了休息几天，休息了的。有点卡了呢，几点钟了？五十，准备走了。哎呦，走了，五十，要赶地铁了。Yes, if a waiter is fine, maybe I hope so. It's true, it'll be 100%, getting more. 这后面看不清楚了。我哪有三十岁啊？三十二的。哪里？俺兄弟在一个叫，好久。来跳嘛，现在是跳得挺开心的吗？这人轻，不是的，就哈哇塞，邓祖国，南卡处。带个扇子在这，一喇叭扇子。这球都跳得好，在罗马那边跳得好，他们几个。不是罗马，是境外，罗马都在跳。跳罗马的跳了之后到尽快，这个人我不说，我找没有问他，他坐地铁是免费的，他是办了一个残疾人证嘛，是免费的。他的身体，他本来也喜欢跳舞，几乎每天都要跳。
要准备走了，要准备走了，十一点了。声音有点小，我觉得声音还是大一点。今天晚上下下毛毛雨，再下两个小时，再下那个感觉不，这个天不下呢，啊，程度太大了，有些地方在下，有些地方没下。大祸害，包括大祸害的。那个穿那个裙子那种故意穿的，搞到短子，把他自己套了这个。点短视频哦，还是要拍点，搞忘了。那体育馆还是要继续拍。那温度过高什么情况？鼓掌啊，鼓掌啊！我在里面帮他们鼓掌。奇怪，相机温度过高，现在温度才多少度啊？哦，看错了。你还不走啊？十一点。啊，走了，要骑车回去算了，好近嘛。是哦，顺道就上天就是、一两公里吧，一两公里就到了。就是那个。哎，七十桥了吧？那么近。哦，对对对，上天就到。啊喂，八九。你这儿坐地铁十一点半？再等十分钟就。这儿二十要瘦，所以说我十分要下去。哦。不过青羊宫那天还可以多耍一会儿。青羊宫是35瘦。哦。
我以为你要准备打车回去的。没得必要，天天都在跳，没得必要整那么凶嘛。现在总共你称了减了好多斤了？二十，减了20斤了。以前本来就没那么胖了嘛。以前130吧。对啊，我就本来就不胖。110吧。你看好像。其实就是一个月减的凶。就是四月份长。一个月减了15斤。哦。到现在后头这个月就只减了5斤左右。就一可能前头逃跑比较好减。哦。那看我以后跳绳的也效果也蛮明显。但是穿虎跳就没得啥效果，他可能跳本来他跳小嘛，他就摄像的时候有可能一天可能跳了几分钟。那天他们都找到一段录像，就是应该是4月9号，我来跳第三天就记录的像里头，那个就是美国那个女的，她是看到的，只搞笑哦，那个德奇那个，找到那段录像就你录的，然后我看我那个时候体型就跟船夫差不多的。也很搞笑的，我那个视频里面有噻，你们看，你看，就这，你看我那时候是不是跟船夫差不多的嘛？那个时候体型，这就是4月9号，就是挺起的。哦，然后只搞笑的对，冲我在最后冲起过来就把人家撞到了。对。然后都是那个秋吉他们在后头。然后秋吉在背后追到我跑，追到我跑跑出画面，你看哈，追到跑出去了，然后又追起回来，这就特别搞笑。最后这边肚子很胀。哦，那会儿就跟那个肚子那个差不多的。对。四七都跑来了，是哪个？四七来了，那不就多皮儿了吧？四七啊，大家对兴趣有点高。四七。四七来了。来吧。女生来了。哎呦，给四七拍一下。哎，那个裙子咋翻了没到我身上，你也是穿了呢？他翻了是吧？大家一人穿一次。不是裙子，也叫那个服装。这个衣服翻了一下了。哎呀，响的，他变成边跑来响。太热了。